生命青年自强活动马祖战斗营的第一期同学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在课程中首先参观战地蛙人部队各项战技训练。他们看到这些体格健壮、训练机良的部队，看到他们赤膊穿短裤，在摄氏五度的气温之下操练，都表示由衷的赞佩，同时欢呼。对于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，在表演了蛙人操技巧、水上操舟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